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世安，我将会在2月22号参加由 TOSA 举办的《那些年我们一起青春的时光》，和你们一起共度美好的时光哦。期待在2月22号下午3点到晚上8点，在华盛顿大学的 HUB 大楼与你相见。